据台湾媒体报道，蔡依林15日迎来了39岁生日，人在泰国度假的她，除了有亲友在高级酒店替她庆生，还开心地前往百货公司逛街。期间她走路走到一半，脚似乎酸了，不但让人拖着走，最后还干脆直接被人背起，忍不住自我调侃，公主病又犯了。只见她身穿白色连衣裙，脚踩罗马鞋，一手被人拉着拖行，另一只手则俏皮举高，完全不用费力的就能滑行，脸上满是得意表情。更有趣的是，蔡依林似乎逛街逛到脚酸，接着竟直接被有人背着走路。蔡依林将一连串逗趣视频上传后，展现私底下真实一面，自然又不做作的活泼模样，被称赞完全没有偶像包袱。咪咕娱乐整理报道。